是用屁股游泳啊？啊，用屁股就可以游嘞。我要怎么撞到一个水管？啊，这样有很舒服吗？有哦。哦，漂浮的意义啊。就变干了吧。脚都要听，好，从这里上去，转弯从这边，跟这个哥哥一样，走中间过去，加油，还没有。Yeah.